我没问，也因为一个演员，其实一个演员其实千变万化，什么样角色都必须要去饰演，从年轻一直演到年纪长，我相信是每一个职业演员毕生的梦想。因为演员如果一模一样角色一直演的话，我觉得会蛮对不起自己的职业道德吧。而且说实在的话，你说大叔也好，或者是小鲜肉也好，端看对戏的演员怎么看？所以要问一下李千娜，希望我怎么演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。而且我听到大声笑声，是我们制作人当场的，你那个是很自然。所以要问一下千娜，对不对？千娜希望我们三个男演员怎么样来配合你演？你不要配合，先从刘以豪开始讲起好了。刘以豪吗？对啊。可是现在都不能剧透，对不对？可以提一个，哦，可以提一个，就是他是在里面比较血气方刚的人啊。对，个性比较执着。对，然后玩音乐嘛 ，rock， 然后。对啊，五哥是希望你我们要怎么诠释？我们讲的是我们的一个性格方向，不是叫你讲剧本。是你帮我介绍角色，我等一下自己会讲。你讲角色的话，其实请编剧来就可以了。你希望以豪怎么对你？怎么对我？成熟一点，我成熟一点，我成熟一点 ，OK， 成熟一点，需要成熟一点。那你觉得康仁呢？继续帮你拍 MV。不要。真心吧。哇。五哥就是深情。你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三个人深情、真心、成熟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想问一句，我弱弱的问一句，你觉得这世界上真的可以集这三个于一身的男人？你们就照眼就好了，他们就会看见有这样的男人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康仁还有以豪，三个就要各司其职，比较成熟。我成熟，但是你可以不用珍惜，你可以不用深情。那我就要比你，我要深情，但是我可以幼稚。OK， fine， 你达成共识，谢谢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